吴秀波的业余生活还是很丰富的。前段时间和好友一起聚餐，餐桌上谈笑风生，而不久前吴秀波已经悄悄回国，当时他戴着口罩和帽子，十分的低调。8月15日，有媒体爆料，近日吴秀波跟着好友们去夜总会聚会，一直到深夜了才从店内出来。他用口罩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脑袋上也戴上了帽子，一直佝偻着背，低着头，快速撤离的他直奔座驾而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